久不见的周又廷，自从跟冉振荣结婚后，就一连生了两个娃，在家当全职妈妈。这次难得出来工作，让她超兴奋。这一阵子都在照顾小朋友，对，然后自己也觉得说，哦，好久没有，好像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穿漂亮的衣服做整理这样子，然后我朋友还在跟我开玩笑说，我今天从一个家政妇变成一个恢复成艺人的身份这样子。身为保养品代言人，周又廷也跟我们分享他的保养秘方，只用比较天然成分的护肤商品，然后多喝水这样。现在妈妈就是敷脸的时间很少，我因为我有一次敷就吓到我的小朋友，就他就一直看我妈妈怎么变这样，一直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所以就是比较少做这个部分。当妈真的好辛苦哦。之前外传有产后忧郁症，周又廷也澄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啦，而且透露老公蓝振荣超贴心举动。他算是黑脸，除了他有工作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之外，他在家里的时候也都会帮我抱抱宝宝啊，也会帮我喂一下弟弟换尿布，然后整理那个奶瓶啊，光想都觉得羡慕啊。